主料，鸡蛋3个，香蕉3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香蕉去皮，香蕉切成小块，放入碗里，用筷子弄碎，搁入鸡蛋，加入盐，搅拌，锅烧热，放入豆油，再放入鸡蛋，煎鸡蛋，两面都煎熟，关火。烹饪技巧，煎鸡蛋要掌握好火候，用中火就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